货币家家，我是伟嘉，请问这是您的新年鞋吗？那熟悉货币家家的朋友呢都知道啊，从年头到年底的时间呢，嘉哥送出了起码有十几万不同的宠爱给各位。那么年底又到了，我们团队呢特意的从五大国货球鞋品牌当中精选他们的店铺当中头三位的销冠球鞋，每一款挑出三双，总共45双来送给各位。方法很简单，在我的 B 站动态官方抽奖那里点击关注我，然后转发这条动态，您就有机会获得其中的一双了。愣着干嘛？赶紧三连了，加关注。哪一款觉得可的话，在公屏留下可这个字。首先，安踏队，安踏霸道 3.0 王一博同款，销量10000家；安踏小白鞋同样销量10000家。百搭之选。另外还有安踏霸道威风王一博同款，具有中国风的味道，7000家的销量。继续带来李宁代表队这一款，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哈，20000家的销量，脚感跟配搭性都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一双10000家销量的复古跑鞋，织物跟皮革的经典融合，这一双同样是10000家销量的一双休闲老爹鞋，拼接以及解构风满满。第三名怎么少得了匹克呢？这两年的大热款太极拖鞋，如今虽然是冬天，但依然有10000家的销量。实战党必备的匹克太极大三角篮球鞋，简洁的白色主体色调加上粉蓝的颜色中底点缀，水晶底，10000家的销量能不爱吗？想要朴实一点的，咱们来一双水泥克星，一样有9000家的销量啊，简简单单才是真。第四名，特步代表队动力潮跑鞋，算是特步系列产品当中的得意之作了，10000家的销量。白色的皮革休闲鞋，轮廓大底，凹凸有致啊，同样月销10000家的销量的热门款。想要暖脚的，必须来一双高帮板鞋，内衬足够的厚，加上整体皮革鞋7000家的销量。第五名，鸿星尔克代表队，来看一看这一双的拼色轻量化小白鞋，月销非常恐怖，有30000家的销量。鸿星尔克起系列幻视防泼水跑鞋，月销8000家的销量，鞋面线条非常的科幻，配它这个纯黑的中底，战斗感十足了，兄弟们。最后还有这一双鸿星尔克的无双大师厚底板鞋，这双鞋子月销7000家，如今已经下架了，所以在嘉哥这里你还有机会可以获得3双，好吧。以上刚才说到的这些鞋子放在我们的动态抽奖这里，所以必须先点我一波关注，你觉得满意值5星可以打多少星呢？可以留在这里，记得来一波三连咯。祝各位好运，希望这些新年鞋都能在新年的时候穿在你的脚下。下期节目再见，加点牛逼。